是的，快点，去拿积木。伯伯一半。三个哦。好，你开车，伯伯开车。猪来了。预备，走猪吧。好了吗？你问他好了没？好了吗？人在哪里呀、啊？人在哪里呀、啊？好了吗？这人发了。发这边了，发船上的。这样船才不会漏水。我问一下弟弟有没有在里面呢？大石头，大石头。好了 ，OK， 出来把它放好，走，给老师好了，不玩了，走，去到老师那边，我们去画图。这边，哎，弟弟，宝贝，去到老师那边，出发。跟着哥哥走，哥哥在哪里？听好，哥哥在哪里？跟哥哥去，哥哥在哪里？我是走这边。这边有芦苇。